烤鸭三吃不稀奇，烤鹅才是新主流。太嘎后，我是梅森。今天梅森来到台南知名烤鸭餐厅满月轩，大家基本上来这里都是为了吃他们家的烤鸭三吃，还有许多拿手的好菜。但是满月轩推出了全新的烤鹅三吃，鹅肉吃起来更肥美，肉质也更细腻。烹调的不好，肉质会变得干柴，是非常考验厨师功力的食材哦。烤鹅搭配的特制甜面酱，还有来自秘鲁的黑糖，包裹饼皮一起吃，滋味非常清爽。剩下的鹅骨煲汤跟盐酥，享受的淋漓尽致。他们家还有很多拿手好菜，想知道更详细的美食介绍，就关注梅森的 IG 吧。拜拜。